目前流亡美国的内地商人郭文贵多次披露据指是中共中央的机密文件，当中这份声称中国会军事援助北韩，到底这些文件是真是假呢？内地官方传媒播出片段，说在广东和湖南拉了一对孖生兄弟陈志旭和陈志恒，指他们涉嫌协助郭文贵伪造官方文件。报道形容两个人公然造谣抹黑政府，同时播出他们认罪的片段。2017年9月呢，那个朝鲜呢进行了一场核试验，当时联合国呢就通过了对那个朝鲜的一份制裁协议。郭文贵呢当时就觉得这是一个抹黑中国的亮点。这个我们尽可能的北朝鲜的文件除了数据，关于北朝鲜近期的文件一定给我弄几个啊，这非常非常的关键。我们搞几份更加绝密的材料，让美国人看到对美国的威胁。郭文贵呢就要我们去制造这样的文件呢，就是想要制造一个通中门这样的问题，去要挟特朗普不要去遣返他。报道话，由去年八月以来，两个人伪造的官方文件一共有30多份，全部都有相关部委的印章。国务院的办公章是从网上下载，拿到 PS 上去的，而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的公章在网上是搜寻不到的。我是搜寻了一个叫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的公章，然后我再把其中的机构编制改成了国家安全。陈志旭和陈志恒来自广东东莞，其中陈志恒已经入籍加拿大，但是长期在内地做事，而陈志旭就在加拿大生活。因为我小孩患有自闭症，然后呢现在在加拿大治疗，但是呢因为在加拿大的那个花费巨大，是而且那个我的那个收入也不高，难以维持这个家庭和我小孩治疗费用的一些正常开支，所以生活也是比较拮据。你现在不应该在上班了，应该每分每秒都要投入到咱们这个伟大的事业当中去。资金100%没问题，这个钱是4000美金一个月，我给你没问题。我准备捐献给你们5000万美元现金，支配权完全归你们。郭文贵多年来不断透过网络平台爆料，攻击对象包括国家领导人。他之后被中方指控涉及巨额贪腐，现时在国际刑警的红色通缉令名单入面。东网记者何子豪报道。